气氛第一个很热烈，第二个很温馨。在今天的投票过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参选人希望把握每一票，所以我们从早上开始就在这里等候着每一个选委进去的时候，希望能够尽最后的一个致意。我觉得气氛非常激烈，真的非常激烈，还有受到社会各界的这个关注和参与。因为我们这一次大大小小也差不多70多80场那个见面会，有大的有小的，但是每一次呢也非常感恩，很多选委都踊跃出来听，不止一次哦，还有很多次，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非常认真对待，气氛非常好。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第一次这么全面的立法会的换届选举，比起之前的区议会的选举，那是天堂和地狱。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上不可能，现在我们站着这种采访，打砸抢烧，黑暴横行。现在我们看到香港呢是雨过天青，而且呢这一次你看到什么叫优质的民主，什么叫香港核心的法治的价值呢，恢复了。大家呢每一位选民大家很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且很开心的很舒服的去投票，再加上今天天气又好，那这个就说明呢香港是由乱及治由治及兴呢，关键的节点呢现在开始呢步入平稳。